나도 껴주면 안 돼? 1 hour later. 超人气女团 BLACKPINK 18、19日在高雄市运主场开唱，不少艺人到场朝圣，其中杨谨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 BLACKPINK 唱跳，连一旁的杨佑宁也看傻。而杨谨华也在 IG 晒出四年前参加 BLACKPINK 演唱会的画面，完全可以说是铁粉无误。而艺人何美、蓝蓝、朱子晨为了向偶像致敬，也直接在现场热舞拍摄其影片。而 BLACKPINK 演唱会两天合计共90,000张门票全数售完，即便交通局已为演唱会大批散场人潮设置免费接驳车及加开台铁、高铁等，但演唱会后散场的粉丝依旧相当壮观。几点来的？5点。怎么会那么早想来这里？因为他说6点到啊，然后他说提早到，然后我就5点来。你昨晚有去听演唱会吗？有。哦，这样子，你有没有回去有没有睡觉？睡不着。睡？为什么？因为想说我怕睡过头啊，然后就5点来。就干脆一直都没睡。对。就想来送他们一程。对。哦，这样等要等多久也不晓得。不知道了。昨天有警察说是6点，可是现在已经6点多还没开始。哦，所以你5点钟就来了。对。一个晚上都没睡。嗯，对啊，太紧张。你还是住高雄吗？对啊。哦。那今天几点来的？刚刚。刚刚大概几点？6点。6点就快6点。6点啊！啊，昨晚上有去听演唱会吗？有啊。有啊。那昨天晚上这样回去有没有睡觉？没有啊。没有，爽到睡不着。就是怕睡过头，是不是？对。哦。那你觉得他们这次来台湾，你们感觉怎么样？很兴奋哦。所以昨天晚上都没睡觉。没什么睡。就是为了要送他们回韩国。对。
你就看左边那个是男的，哇，看不到。这是 Lisa 吗？ Lisa 好像是。Lisa 吗？嗯，珍妮，珍妮。是吗？是珍妮吗？珍妮啊，珍妮啊，珍妮。珍妮，珍妮。珍妮。珍妮欢喜。Yeah.